吧？那现在谁伤害最高？杰克嘛，对不对？啊，不知怎么道了？哎，杰克，我可以做到20几点啊，怎么了？20几点？你砍我，拜托，你在家里吗？我在家。好，幺，幺，二五，好，又一刀。要跳砍吗？哎，不会用，死吗？不用，不用，不用，我怕你死。怕你哎，死有哎，所以是他是算伤害的哎。叮，我现在要叮的声音了。好了，我可以进了。所以怪越痛，我，所以打我越痛，我经验加越多哎。所以要再一刀吗？好啊，你再打一刀。哎，你这个可以跳砍毒，这个东西可以吗？用地毯来防哦，有止。有有，手雷驾哦，驶。可是地毯的话，还会生怪吗？你不说知没有那道个哎，地毯吗？我是说，如果用放羊毛灭地地毯的死，话，我不清楚哎。假如是生怪压制的话，应该可以压制得住吧？可这他既是我要不生一想般压制怪啊，啊。我要生一般的怪啊，我只不想生，不哪一想要个？地板一堆那个，他生他没，可是我不要地板有那个东西。那如果高度压低嘞？你还要砍我是不是？好，我现在这个 y 等于11耶。不是不是，加我说那加个，十而已，好，空间的高度，你现在空间高度不是三三格个，吗？因为我刚刚砍你10滴啊，对如果啊，把它用成2格等呢？一下哦，所以你砍我多少滴，我加多少，差不多，我刚刚是20，砍到十九。先别撇出可不可以？只是我觉得要弄很懒，哦，好好哦。嗯，拉杆按 U 看合成，哎，不会啊，充能，不行啊。叫你充能。半砖它就不生怪啦，对啊，用地毯就不生怪了，那没意义啊。我只要会生一般怪，然后生它也没关系，但是就是不要地板，就是这样绿绿的这样子，然后走过去还会还数。还要吗？你充能了吗？嗯，好，要看。好，加十一，好吧，我顶对啊。多砍你剩9颗星啊，就是你的黄血打掉而已啊。对啊，蜜蜂拿不出来，你们拿出来吗？帮我拿一下。在哪里？他丢在你身上。拿不出来啊！你们拿不出来吗？拿出来吗？拿不出来啊！他不是就不能拿而已啊！应该啊，可以不能拿吧？放哦。鉴定完的蜜蜂可以拿出来吧？咦？可以替一排复制哦。对哦，如果三两格吧，会不会升？因为有那个钻石建筑工具的话，贴一排之后，其他用复制的，蛮快的。嗯，对耶，就是那手可杖，是，用手万杖一蛮弄好之后搞。没有用，我会想哭。明月是哪一个能源啊？啊，能源，等一不下。是这样吗？然后丢过去。啊，能源，这里啊，能源接收器啊，你有做吗？感应炉，搞投哎，资七伺服器是不是又变回简单了？是吗？哦，升怪量变，你几乎没看升怪怪有了。没有串装备？我看不到半只怪，我在下面逛蛮久了，没有，几乎没什么怪。帮你看，之前就是一改困难的时候非常有感，下面怪是爆量这样子。你现在是要做什么下面什么都没有。啊？没有，现在是做那个，因为它不是要很多一阶的，然后去往上叠吗？很多你一知阶的道往上金叠，色很多圈一圈旁 K，然边后做长的4K，很多4K 做的16K。你知道这个我们做不出来吗？我们也知道这可以飞啊，这做不出来啊。这不个是我们吗？每次开台都要讲对一样的啊，事情，很累呢。对啊，所以飞行我戒现在一指直在弄啊。对啊，那你现在是在做在哪里啊？我现在是做到，我现在要做 4K，要那个白色板子，运啊，算板吧。啊，运算板就要很多充，就是高纯度的3色水晶。对啊，那你在哪里做啊？啊，我哎，之他前是用是。这个做啊，这个什么有机储存罐。你怎么用这种东西做啊？哦，因为我用想说地它毯。泡水泡超久啊，一直泡不出来。是因为你没有做那个啊，你没有做它催生器啊。
好，我现在做个。你要做他吹生气啊，这样让人家生啊。嗯，生，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嗯，这蜜蜂还是拿不出来啦。好像说那个蜜蜂中了绑定诅咒。真的绑定了啦，拿不出来啦。封界石哦，封界龙还没打、啊。哎、欸，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了。哇，可是他死了。自抗摧伤，好啊，等一下。可是重点是你放地毯还会升快吗？没关系啊，那欢迎你来看。哎、欸，好像能源接收器，然后嘞，接在这上面，还是要先充电？哦，你的东西在这啊、哦。嗯、你的电线在哪里？哦，你的电力在哪里？这边有个电池啦，然后那边有一台煤炭的发电机。你的电，你的 RF 的电要接到这个，要接到这个能源接收器上面，然后再用能源接收器的转换成那个 AE 可以用的电。等一下啊、哦，志祥，再来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变成简单模式？怪砖掉下来的怪没有装备，看起来他不想，他不能这样直接接，因为他没有装备。他电在减少呢。对啊，没穿装备，可是他下面没有电的感觉啊。哦，下面应该要有发电的感觉。有穿装备了，没事没事。啊，我的电是被吃走了，他电力在减少哎。嗯，你哦哟，他有亮啊。它有量应该可以吧？你丢看看。悲伤不会加，好，感谢。你的种子丢进去看看。通常是用一格水啊，然后它的其他的面就一二三四五个面全部丢那个。哦，安来了。水神器，不然打中介龙试试看。我要找到中介资本啊。说其他的什么？都放水神器啊、哦？应该是说像，等一下啊、哦。哎呦，跳高，这样子，嗯，就打掉，像这样嘛。这个是你的水，然后，这个是你的水，然后这边，假的，拜拜，全部都放催生器，平常是这样子。可是这样，所有都要接电哦。对，这样子的效率是最快的。这感觉超累。那、啊、大概假如一台的话会多久？我不确定欸。以前的话我是这样接啦，这样接很快就好了。好吧，我就让他等。就那我就一次丢多一点，然后一次全部一起用好。可以啊。阿甘。反正它形成之后会消失吗？你要去捡啊。我说他就是他好了之后，对啊，你要去捡他，不然放太久当然会消失啊。啊，所以不也不能挂太久哎、欸，我的天、啊！我之前是用另外一个东西的，用 EU 的，它的有一个接收那个那叫什么物品输入的节点啊。它不是有物品输入节点吗？等一下哦，你是说类似？我记得你有啊，你有用啊，这里啊，这个啊，这种东西哦，对啊，物品输入节点，然后放在这个水面上，再加上一个升级。那做好这个要放隔壁升级？对，它有一个升级，是说可以让你拿下面一格的东西，叫挖掘升级。开着。学生对着他这样子吗？这样吗？嗯、啊，可是这不是要电吗？挖掘升级上面，然后再把共振仪耶。啊，共振仪我有啊。哦，嗯，然后挖掘升那个节点上面记得放一下那个滤网，只让他拿取完成的水晶。其他水晶就不要拿，要怎么这样它就会收起来了。哦，好，等一下我的用水桶，
对耶，那个软泥可不可以用水桶弄掉啊？试看看，看起来是沙子哎。哦，你是说倒水下去看会清掉？对啊，操，没试过哎。要怎么用啊？所以我应该是要该草原公主风丢下去。等一下 ，Enter。这样子，我是不是要草原公主风加上丛林的雄风啊？是不是这样啊？你可以搭，不一定要丛林雄。哦，你说草原加丛林吗？我因为我要他的后代啊。好了，我改好了。来，让观众教我玩跳虚空了。你白痴哦！白痴啊！我觉得这骂得很实在啊。对啊，哦，我们这个烽火台啊，因为伺服器的关系会累个。其实我烽火台是放加速二，看我都走到这边了，还没有效果。所以我也有想过私下挂机用这个草原丛林，但是哦，它是要丛林的风加上雄风啊，我看现在才出来，我养反了，看没用。主题两组红色，没用了啦。然后去找丛林，这个会到零，然后烽火台还没启动，所以啊掉下去，看有点 QQ， 烽火台是好看的，所以好武器到第一，龙王将，寻常到第一格。温和干嘛？哦，加热带也行啊，温和。啊哎，哦 ，up， 哦哦哦，看一下压缩机，哇，这个好，寒冬可以做压缩机。嗯嗯嗯，压缩可以，寒冬的可以，寒冬，我怎么没看到？有寒冬雄风 ，I N D M。你又有用，你又有用啊！可以，你进去。六个，我觉得现在大家又是超认真的研究东西了。我也是啊，没办法，一定真的没办法。这个东西不认真研究，研究不出来啊。可以考 CYC 点中了，解冻效果。说这个是这个对不对？这个我会做，加做。头铁板。哎，你刚刚说这个我找不到哎、欸。RA。它会有反应吗？哦，有了，开始养了，可以的。哎，我附近没有花，你会繁殖吗？你要看它那时候需要什么。在雪地有，好哦，感谢你提供好资讯。放个要的土或下雨，下什么雨啊？嗯，看一下，不是白天。没有花 ，OK， 我去拿花。很像脆笛酥，你说这个很像脆笛酥？好了，有花了，脆笛酥。白天不够亮，这干嘛？脆笛酥是那个小呆瓜那个吗？对，这样子吗？那就好了吗？哦、用我的第一个压缩机，挤出外壳，这样子够亮，够亮。铁板，然后呢？铁板，有这里有一个，这样够亮了吧？一二三四五，好够亮。现在就是下雨天跟白天，好。新气，好，我来看一下下一个是这个吗？香香，这里，寻常也可以养这样子吗？这样子，哪样子啦？这样啦？怎样啦？那样啦？怎么样啦？就哦那样啦，所以这样就好了吗？为什么把我铲子放去哪里？大家寻常，我有非凡吗？八个，真的有压缩机啦！我有非凡啦，八个哦，有我有非凡啊！小瓜呆不是小呆瓜啦，小瓜呆啦，二个分解压缩，嗯啊，放一起啦，先放这边啦。什么压缩？压缩机呀。我还没有做电啊，不用电。你说冷气压缩机吗？
对，没错，对，就是那个东西，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的家里会有冷气吗？啊，我忘了带黄金，因为你家有黄金吗？有在量产。不是的，有个啊，我去。我你要找什么？我带恶名。被扯啥？哎、欸，等一下，为什么这个花长歪了？这样不是它长一圈呢、欸？哪个？你在哪里？道歉，这也是长一圈的、欸。有在线上吗？有啊，我在线上啊。你看到了？你在蜂窝旁边吗？不在，我在离蜂窝有一段距离。这边，这边，这边，后面，后面，后面。好、哦，嘿，哒哒哒哒哒哒，嘿嘿。这个怎么长？这是有人故意放的吗？这样子，如果直接这样子接会怎么样？啊！欸、被电了、哦，被电了，被电了！啊！被电了！啊！等一下，被电到了，被电到了！下面是不是有问题啊？我不知道。哇！哇！好，挖开。哎、欸，我电线不包橡胶，怎么被电到、欸？哎，通电之后，那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好没东西。下面好像没东西耶、欸。对啊。嗯。好了，好了，那个用电安全、哦，对不起，用电安全，我还是把它挖掉了，没土了，他回家了，回家了，好，不管了，我只烧这些花而已。哦，同时开关，总是启动，好的。我上第一个放武器，翻过去，然后会打使用，所以我那个玩家模拟器可以先拿掉了，对吧？什么东西啊？玩家模拟器是大范围的啊，有些是小范围的，那估计不用电啦、啊。哦，我现在学是小范围，因为我那个用小范围的，我不知道放几台啊。你是说 chain loader 吗？还是？不是不是，就自动采收的东西。哦，嗯哼，玩家模拟器。哎呦，哎呦。嗯，那、啊、可以挑公的还是母的吗？不是，我是说类似。那挑什么公的母的？大过年的。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当然要挑母的啊。橡胶会不会变？要不要试试看？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任性啊！不要啊！不要啊！看一下啊、哦，庄严田野。高尚寻常啊！吸东西跟线线，刚刚什么东西啊？啊，你谁啊？哎、欸，陈大大，你换头像？你没有玩我的花、啊？你是谁啊？我想我墙壁怎么伸出一只手来？然后看到一个墙角那边有一个僵尸在那边偷看我。那你才谁嘞？你谁啊？才全家都死。我干嘛忘记了？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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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会员，进来进来进来，都不走。这里欢迎在中间，要在中间吗？你叫在中间，谁叫在中间？在中间大干爹。他说我听到，我认识一个叫偏左边的吗？偏左边，我认识偏右边，有没有偏右边啊？哎呀，连你也订阅啦，感谢感谢，一个、啊、一个。玩手听课的干爹加入了、欸、我以后有人可以问了。等一下，熊蜂会变，哎呦，熊蜂被女王蜂吃掉，被吃掉了、欸、是鬼鸭吗？明明知道有会员，我还是被吓到了。分析环境可以啦，它环境都是差下雨天跟白天了，就对啊，晚上不会踩哦。对啊，我现在就等白天啦、啊。哎呦，你被吓到！哎
会多采一点花回来。压缩机，这不是这个的压缩机哦。哦，压缩机啊，不是日本做的哈、哦。谁家的压缩机啊？乱丢。啊，所以我这一家的压缩机不能做这个东西啊、哦？可以啊。不知道这不是。啊啊啊！那、啊、不是啊，你压成砖块干嘛啦？中阿伟啦，你要压缩的啊。你说要压缩的啊，我只是不照你的指令做嘛。我要压的啊。对呀、啊，所以我是要站在他另外一面这边。这个压过去，我放过来就好了。我自己喝正在喝酒，喝就可以变砖了，我干嘛还要压进去压浪费电呢、啊？你说要压的啊？我问一下、哦，不是可以？他的哎呦喂，哎呦喂，狗狗过去，我要面对这边嘛，对不对？这边是他攻击的地方。那可以直接压成。板吗？龙科技的天气超级留言石没有办法加入，那个红石火把干掉。好啊，随之敲敲敲了。好，到了，放这边。品种草原火化，这个可以。慢慢，这个压缩机可以。这是热力模组的。不火化。哦，这个升级不用了、哦。所以这改这个，然后放这个。哦，为什么刚刚有人说放土？所以冷风它改这个改它不动吗？这个改什么我忘记了。放网子，要放网子。等一下，这里要放网子，这也可以啊。哎，这么快啦！你再继续传，我可以剪。这改什么？这是方块切割机。Enter 不是 Enter 啦 ，En 什么的。啊，过头了。方块切割机，这个。太麻烦了吧！都没有攻击我。咦哟，方块切割机、改这个嘛，改红石，然后，哎，怎么了？好了，方块切割机了，方块切割机。你要切什么啊？切手兽、哦。因为它铜锭要用那个铁锤敲敲敲，它可以变成铜。可是我觉得敲敲敲那个铁锤会耗耐久，很耗材料。哦、我想要用压的，我刚看到，哎、欸，压缩机可以，那可是那是压别的。然后结果我看我这个，我现在研究这个是想要先把砖砖再用方块切割机切成九片，好麻烦了、啊。所以它竟然是雄风，雄风没有反应吗？电路板。好，我看一下啊。DN 破坏好，这干嘛？给了什么上课的？特殊效果，耐价吗？还啊？然后嘞？哦，我们这一包工业有变难，有我有看到了，我有感觉到永久启动，启动啦。啊，这样子没错。你是说 Olimo 的工业比较难啊？对，哎呀，有感觉到火药粉才对，比较难。它有搭来搭去，也搭很多东西。对，要火药粉。不过这样也比较有趣，不是？这样哦，就不会只单位打我吗？要打我吗？因为我刚刚研究瞬间，我应该都已经加了2000多等吧？这样吗？一直开着，他怎么没有打我？这个很耗材料哎、欸。算了，没有音乐。干嘛？材料？你要装材料供应商？没有，就觉得他这样很耗铁，因为要做铁锤。哦，铁现在我有增加它的产量，我多种了2朵，因为我看大家都蛮缺的，我就多种一点。它没有烧能量啊，它到底会不会产蜜蜂出来啊？你会不会产蜜蜂啊？选择适合的生态铁板，铁板再用剪刀剪成线。
一个铜两个线，好，适合温度普通，适合温度普通，两个线圈的，好，两个锡子外壳，啊，升级还要锤锤锤，好，这里看哦，这个寻常，这个切割切割，嗨，你有打我吗？东沼泽。热带沼泽物两线两席一体 ，OK。嗯，有了，马达有了。突变条件，它有突变条件，还有这种东西。突变条件，我看看。电度我会认，不用这个。十足种。哎，它是不是有其他种电路线啊？四代突变，它这应该有吧？这个好像蛮麻烦的，刀子换一下，换普通的刀吗？鉴定的嘞，这也麻烦，分死搞，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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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嘞，好，啊，这刚看过了，这个真麻烦，大型先进电路板基础。啊，只有那个最简单哦，这就很麻烦哦。哦，好吧，那这个之后算了，感谢这一条线呢、啊。那我们继续泡岩浆吧。哎、欸，其实我应该不用做买 APP 吧？它这里面就可以鉴定啦、啊。没关系啊，都买了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后悔。千金难买，早知道，早知道，货比三家不吃亏。拜。大的不是百合哦，好，那个机器里面有哦，刚那个有哦，哪个东西？要做电路板的一个机器哦，你说木工机吗？有啊，狗狗狗，狗狗喽，那个好做吗？好用吗？啊、蛮好做的啊，蛮好做的，对啊。我这边材料都有啊，你要的话可以啊。他会不会繁衍下一代？还是要等到这一条跑完，他才会繁衍下一代、啊？哦，你要等他跑全部跑完，他就会给下一代了。唉，是提前把他给……没有啊，我就是放着啊。你就放着，不要理他。大概游戏10天3天吧。好久？怎么会久？我这个是生命短的，所以他现在已经跑一半了。哦。好吧，那就放着吧。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好像模组有混到，然后正常来说，你铜跟铁跟锡只要拿同一个锤子下去敲，都一定会变板子。嗯，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个铜不知道为什么加那个锤子没有用，还有两种铜、啊、要另一种的锤子才可以敲变铜板哦，所以我需要两种不一样的锤子。啊，然后交替锤，对，就麻烦嘞、欸。啊，好，我们继续想看看钻石怎么种哦。我需要肥料，肥料种钻石啊！哇，可是因为有方块切割机有了，我接下来就不用锤子了，只用这个就好了。能量灌注机需要千齿轮、铜齿轮，千齿轮、铜齿轮简单，嗯。有一种死亡可以，有一种网子可以加快死亡。嗯，要看这一包有没有啊，不一定有啊。我记得你说可以加快死亡是那个吧，奇数的吧？奇数的，哦、是奇数的是，你体验去。来放这个方块切割机，这个啊比较重要。嗯啊，有了。不知道它有没有哎、欸。这个线先没有，我们中途有离开一下，然后现在回来烧，发现还是烧的比较快。嗯，刚刚花了15分钟左右在研究，我们少烧了15分钟。听安安，安安，绝缘导体什么意思啊？真同，嗯，听不懂。喂，齿轮。然后铜齿轮可以这样放吗？哎，可以啊。
会员有没有 DC？、啊、有啊，你要去加赖群，赖群里面有那个 Tour 的 DC， 先私讯粉丝团，然后截取订阅证明。啊，刚刚那位什么在中间也是哦。还有 DC 群，这个是我半夜无聊都会进去拉塞，下午也会在拉塞，对，拉来，哦，顶胖，真香，真香，好哦。哎 ，Joko， 你的头像怎么变金色了？蜜蜂很花时间，对啊，所以我现在开始做，先做别的材料啊，不然在那边等也不是办法。锯片硬度不够或没有锯片啊？锯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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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锯片？你在跟我开玩笑 ？Are you serious？ 笑 ？Are you kidding me？ 哎呦 ！Are you？啊，不是要同哦，算了，我用听可，听可万岁，耶，听可万岁啊，万岁，下去，玻璃一个月就是金色了啊，哎是吗？什么事吗？没有啦，我的设定啊，一个月就金色啊，白色是什么？刚订阅就白色吗？啊，要怎么银色跳过去了是不是？新成员。这样吗？然后这样，接下来我需要、对耶，二月了哎，又一波订阅又会变头像了，年过好快哦。这个需要洗齿轮，嗯、看还剩十一个月就2020年了。洗齿轮，洗。哦，3、3、4，这里、我是不是设错？我觉得我是设错，我等一下去调，不然就是我 YT 头像改别的图案。你怎么只是想吓我？所以你不想进 DC 群，不想进 LINE 群，你是不是讨厌我？只想吓我？就只是想吓你而已啦。我没有想要进去，就只是想吓你，吓你而已啦，没有想要进去啦。那你有吓到吗？有啦，你吓到我了啦。那就可以了，那我就不用进去了。对，差不多，因为我昨天也是花了大概3个小时，刷到6000多。耶，有了啊！绿宝石要怎么把它弄出来啊？绿宝石我还种不出来，抱歉。不是，绿宝石它丢到听可，然后我拿。定的那个膜给他，他出不来。欸、你拿我的，你过来我家有绿宝石的膜。哦，有，那太好了。嗯，因为他要先用一个绿宝石换一个绿宝石的膜。换的。哎，你是把村民扔进去吗？不是。哦，那就好，你千万不要扔，村民量要很大。很大，我知道。哦，你家变好大、哦。对吧？像是矿渣。要在哪吧？哦，好，对，那边走。然后。那个模子在锅子旁边上面啊，宝石铸模，对啊，你这是要给我的还是怎样？给你的，还是借而已。你先借去用啊。啊，好啊，我短时间不会用到啊，不然先拿去用啊。我想不到还有什么要用绿宝石烧的方法了。感谢在中间里面吓到我了，不用 DC 也比较忙，再花时间研究，抱歉，没关系，等你。对啊，你的 ID 我至少记得，我有个朋友叫偏左边，我还认识，对，我们都认识。新年快乐，要睡觉，晚安哦，晚安。用完了，塞回去。好，你为什么会烧到绿宝石啊？哎、啊，我刚刚做裤子啊，裤子用绿宝石基底。哦。青蛙比较还是用电脑去死。哦，好后悔我的锤子上面有幸运。付啊，现在付都来得及吧？我已经幸运3了啊！我好后悔我的锤子有幸运。为什么？
就丝绸之路比较某方面也比较好，你挖回你不一定挖得到两颗以上，你挖回来给那个听客烧。哦，对，对啊，对耶，污水堆肥机。对啊，对耶，没关系。嗯，这个转太多人就还好，单人超累。这个、真的。欸、对啊，模组玩太多会不会UHC玩到嗯、欸、为什么怪岛这么痛，为什么拿去烧啊，为什么铁拿去烧，我们不是拿去做听课吗？对，你为什么烧铁浪费不要用烧的可以两倍化啊老人在这母萨萨啊什么去公司啊，我们同一组的话就来这样玩吧让他做个假听课之外要找那个要做黑色的，做黑色的也要死，黑羊毛，黑羊毛，哎呦！有兴趣的快来订阅繁星，成为兔崽子，一起来兔窝玩耍啦！赛赛诺，感谢 Joko， 吓到了，吓到了，矿渣。我不知道，我就说，哎、欸，腐肉啊，好吃的哎、欸，超级腐肉啊！哇，这样铜板这边就多了。哦、看到僵尸、哦、没关系，我来，我冲过去弹，然后啪啪啪啪就被打死了，直接死掉了，啪！为什么？不应该是这样吧、欸？原来这个铜耗的那么少哦，铜僵尸。哇，这个哇！哇白中了吗？哎、欸，不对，没有，不是，我觉得理工业不是铜很凶吗？我看那些材料都很凶、欸，哎，超凶的、啊。然后九刚三十二个砖，所以是三十二乘九。休息一下，上个厕所。三十二乘九，四组半的。那主要是我现在聊天室是看那个啦，看 YT， 所以 YT 超级留言我都看得到。然后退群那边反而就没有，是看另外一个聊天室。危险死！新年快乐！对啊，染头发。那陈大大换头剃，他说他账号忘记。我染头发，就上次不小心跌进那个 Tinker 里面，头发就变这样子。你掉的是这个金色头发还是银色头发？我掉的都不是啊，真的很乖。那我把这个金跟银帮你染头发好了。我的头发就是这么简单。在 DC 都没出生过，不用怕，你就进来齁，我好好照顾你。管理员呢？铅矿放这里。哦，挖的矿也不少啊。不然你可以先慢慢打字，等打字熟了就可以开麦讲话啦。嗯啊，不用害怕，你就是害怕不敢问，才会觉得大家很恐怖。我之前就是跑去人家那个游戏公会的那个 DC 那边聊天，聊聊聊，后来一开麦，什么？你是男的？啊，对，我 ID 不像男的吗？哈基听起来就像女的啊，哈基是女的、啊。那时候不叫太，那我那时候叫什么？Sweet 泡面。Sweet 甜泡面吗？感觉味精加太多。就那时候中二嘛，名字就故意那个英，加加个英文。哎、欸、，Sweet 底线泡面，然后什么飞飞飞